来，我们欢迎下一位参赛者。这一组非常特别，因为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大一的主编。我们欢迎游如音、陈亦如、季婉婷带来的歌曲是《就是喜欢你》。小小遗憾就是那个大一组真的爆太少了，像当年像去年我们大一组爆了快十五组，然后这一次大概只有五组吧，所以就是说明年可能你们大二了也没办法
就是第一次而已，没办法，那你就不要报吧，这样。好，没有啦，那个我们就直接哎，就要讲评一下，评审讲评一下是吧？哎，哥啊，南哥好像跃跃欲试一样，就嗨嗨。好，大一的学妹嘛，我很难打你们的分数，因为实在是太好笑了。好，我很认真。OK， 好，其实呢，最难打的其实是你们的台风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看，因为我真的在下面就是。皮不笑肉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当评审，你要感觉很专业站在这边，可是我快笑疯了。对，我无法按。好，就是这组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，大家就是觉得有创意，可以给个掌声。对，真的非常的。然后刚刚就听到你们说，你们为了戏卡剪头发，是吗？是是不是？也难怪我造型给满分。如果说学妹真的为了戏卡剪这样头发，真的是非常的，就是有创意。只是我刚刚看你们，为什么你们一定要一直扶着头？而且一边看你们一边跳，我发现前面这位学妹的把线好像越来越高了。我真的很怕，就是。等一下会出什么命案，就是头皮飞掉什么的，所以我想就是头发是真的，我们就不要像就是去深究这问题，好不好？这问题就交给就是主持人去解决。好，那对，那就是学妹非常不错，就是大一呢就可以有这样的勇气跟这样子的就是台风感可以上台，那希望你们不要大学四年就被定型了，我相信你们的就是以后的舞台的风格可以非常的多角化，对不对？经济学要学好，好，那就是非常谢谢各位。好，那我们谢谢这可爱的大一主编，谢谢。